你有法国面粉，而且一次只买一点，很好笑。为什么？啊，这是 bakery， 它精品哎，你买很多才很奇怪。它又冷，它又是冷冻的，是不是？需要什么呢？可以。两个就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一个小时半，没吃。那个。哦。看起来我就不会喜欢。这个看起来比较好吃。